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广西桂林的阳朔县。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：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那阳朔山水呢，甲桂林。这啥意思？就是在桂林这里，你想看最好的景色，那就来阳朔就对了。阳朔这里不仅有玉龙河，还有十里画廊，更有20块钱人民币背后的那个景色。那在哪儿呢？就是兴平古镇。大家看一下，专门背了20块钱。哎，就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啊，要说但是，在桂林啊。到处都有20块钱的景色，比如说我的背后，我看起来还像30块钱的，更贵一点。那今天来到这里啊，这个地方有意思，叫做旧县。这个旧县可不是县城的县，是一个村子，叫旧县村。那在这里干啥呢？欣赏风景是一方面，还要吃什么？阳朔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啤酒鱼。今天咱来这里啊，尝一尝农家啤酒鱼，就在这儿。这些啊，全部都是农家乐。那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古老？对了，这全是清朝末年时候留下来的老房子。那这些房子呢，经过改造，全部变成了一些民宿啊、农家乐。这种农村啊，搞农家乐也是一个发家，是吧？农村搞农家乐也不错，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。走，咱尝一尝这农家乐农家版本的啤酒鱼。走着。就在这儿，四合院农家乐。这个季节可能是冬季太冷了，没啥人。还是鲜活的鱼，哎呦！
菜就上齐了，那看起来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你看这颜色搭配啊，都非常的别致。这个季节来到桂林啊，真的是冷。你看这店家都给搭配了一个小炉子，放在这儿暖暖的，咱就开吃。趁着热呢，先来个田螺酿。哎呀，这么大的田螺，底下是开口的，这就是酿菜系列，里头酿的应该是肉馅儿。吃田螺酿呢，应该是从后面一吹，然后前面一吸。哎呀，这都不敢使劲吹。嗯，哇，这个味道好鲜啊！它这个肉是剁碎了以后，然后里头加上很多的调料，经过调味把肉馅又酿回去，所以叫田螺酿。吸着感觉快没了，结果一磕呢，把肉全部都能磕出来。嗯，哎呦，一磕里头都是一个大肉丸子。嗯，好吃。吃完田螺酿，趁热呢，赶紧尝尝荔浦芋头扣肉。这个荔浦芋头啊，我相信看过《宰相刘罗锅》的这个朋友啊，一听这个荔浦芋头就知道好吃，咱尝一尝。这个荔浦呢，离阳朔也非常的近。荔浦芋头扣肉，那虽然这个芋头很有名啊，但是咱先吃肉，因为这肉片实在太香了。哎呦，这都不敢夹，一夹全部都烂了。哇，看这大肥肉片子。嗯，哎呀，给我来点米饭。哎呀，还没上米饭，一吃这个你就想吃米饭，太下饭了。它是咸甜口的，但是咸呢大于甜，这个甜味就是芋头里头一股清香的甜味，蒸的非常的烂。这一肉片子下去啊，就直接就上头了，就晕了。嗯，好了，米饭，哎，好嘞，吃完再打。行行行，不够我再来啊。你看这个碗啊，什么老陕吃面的碗，看这大米饭。其实啊，我能明白大姐的意思，就这个呢是大家一块吃，那放在这儿呢，往这个小碗里头放。但是啊，你看就这么点米饭，咱就别放了，就这么大个碗，刚好。来，来一片子，再来一片子，这就要了亲命了。你看这肉片子，嗯，哇，太过瘾了。这种扣肉呢，很多地方都有，为啥这儿出名呢？就是因为这个芋头，这个芋头它叫做槟榔芋。那以前啊是进贡皇上的，它这个肉啊吸收了芋头的这种清香味儿。咱再来块芋头，它这个芋头也是切成片儿的，肉呢吸收它的香味儿，那它呢就吸收肉的香味儿。这口感啊，的确吃起来就跟肉一样了。米饭呢，先停一停。克制克制，尝尝这个主菜啤酒鱼。这个是啤酒见骨鱼，其实真正的啤酒鱼啊，正宗一点它是用鲤鱼，就是鲤鱼啊还是有点土腥味，很多鱼啊都纳入了啤酒鱼里头，比如说像见骨鱼，反正是各种各样。总之啊，这个见骨鱼肯定要是比鲤鱼好吃。西红柿、青红、辣椒还有蒜苗各种配菜，鲜嫩的鱼肉，先来一块。哇，要了亲命了，太嫩了。本身如果拿鲤鱼做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刮鳞，把这个鳞在油锅里头煎炸，最后这个鳞吃起来是非常脆。那这个呢，见骨鱼啊，它是没有鳞的，肉质更加的细腻。嗯，好吃。在阳朔吃啤酒鱼呢，怎么说啊？它已经成了一个产业，就是走5米你看不见，那走10步你必然能发现，那遍地都是。那来阳朔吃啤酒鱼呢，我给你的意见是一定要现点现做，咱要吃新鲜的。它新鲜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肉很嫩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啥，这个汤简直就要了亲命了，必须拌点饭，就是小火慢熬，把这个鱼油全部都熬了出来，这再浇到米饭上。哎呀，感觉全是鱼油。嗯，哇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光吃这鱼汤就行了。你想，这个鱼肉又没有刺儿，刚好拌米饭。哎，这个桂花茶配起就最好了。嗯，桂花茶在那里。哦，茶是吧？哦，桂花茶。大姐很热情啊，给拿了一个这个桂花茶，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。来泡一点，特别香的桂花香味儿。咱先拿个筷子啊，别给人家弄脏了。好，这里有热水，冲点水。
这一冲啊，桂花的香味更浓了，里头有些小小的桂花颗粒，冬天喝一口解腻又好喝。吃完这顿饭呢，非常的满足，但是呢，从白天吃到了天黑。那站到这个村子里啊，感觉是古朴又宁静，非常的安静。你听啊，就没有一点声音啊，只有两个大叔在那边可能是打牌。山风吹过来也是很清新的空气。那这里的人啊，都是自己家的房子，自己开的农家乐。尤其这个大姐啊，非常的开朗，而且很热情。这村口就有河，那自己养的小鸡、小鸭、小狗、小猫，然后还有这么美的房子，哎呀，真羡慕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